北极熊为什么濒临灭绝？北极熊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，在不久的未来很可能灭绝，需要人类的保护。为什么北极熊濒临灭绝呢？一方面是全球变暖，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，极的浮冰逐渐开始融化，阿拉斯加海岸的海冰已向北撤退了260公里，北极熊必须游过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才能找到结实的冰层生活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北极熊游40-50公里是可能的，但超过这个范围就有溺毙的风险。此外，全球变暖也会使北极熊的猎物相应减少。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捕杀，北极的土著居民因纽特人每年仍捕杀少量的北极熊，北极熊的肉被当作食物，皮毛用来制作衣服。北极熊的猎捕现在受到了严格控制。